邱晨瑜报道。震撼全美的圣塔芭芭拉枪击血案，一口气夺走七条宝贵的生命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，多位加州参众两院的议员最近纷纷表示，未来有意提案限制患有精神疾病的民众购买枪支。加州参议会的议长斯坦堡表示，最近一次院会上，全体的参议员首先为死者默哀，然后热烈探讨如何提出新法来为枪支管制法铺路。州参众议员杰克森则表示，虽然精神病患者本身并不可耻，不过如何预防发病后的影响，避免出现更多无辜的受害者，全体的议员都很关心。回顾这起枪击事件，凶手不但愤世嫉俗，有反社会化的倾向，还患有精神疾病。面对这一类社会的边缘人在生活上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如何跟他们互动？东森新闻现在就电话连线给亚太家庭服务中心主任，也是哈佛教育心理学的博士曾文丽，请他进一步来分析。曾博士您好。大家好。曾博士，请问患有精神疾病的凶手罗杰为什么最后会决定要走上绝路呢？很多的像现在年轻轻的人，他们现在就是很多就是会比好像我多少钱啊，我有女朋友吗，他有怎么样，然后这个嫉妒呢就是很深，变成说他就算是我可以来讲，就是说因为我是 ABC， 所以很抱歉我假设讲的国语不是那么好，就很抱歉哈。那可是像我们讲到 social isolation， 就算说他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，然后他其实他也有去参加这些 party， 可是呢他自己心里面不是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，他自己会想说他还不是有很多朋友，也没有很多人他可以就是跟他聊天还是跟他当做朋友这样，那造成说今天呢他有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他没有这个 connection， 没有跟人家有这个很好的一个 relationship这样子。继续来请问曾博士，如果有亲朋好友患有类似的精神疾病，双方应该要如何的相处？第一呢就是说不要等太久，那有时候呢这是大家的 responsibility， 那我们应该就是说看到有一些注意一下一些东西，那我们一定要讲，然后呢最好就是当朋友的时候都是跟他们聊天，然后不但的是说好像劝他们去看一个心理医生，可是有时候只是需要帮忙，就是在旁边听一听啊，就是好像他们分享一些东西，那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当一个很好的朋友。那可是呢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是很重要，需要讲出来一些东西，还是要报警怎么样，这种东西我们都是要做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讲说是 teaching resiliency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假使经过一些好像不同的问题，我们怎么去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知不知道怎么去抵抗这些东西，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我们算是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， 我们一定要就是不要想到说有心理病的时候这种是不好的，然后这个人是觉得是说哦这个人很 crazy 这样子，我们要变我们的想法，我们才可以就是变我们好像就是说 mental health 这种问题，不单的就是像我们去看医生，我们有生病我们就去看医生，那有的人呢他们有心理病也是要去看心理医生啊，就是很简单的，这都是健康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真的就是变我们的想法，我们才可以去抵抗，就是去解决这种的问题。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代表这个像这些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代表是怎么，我们想说成功，很多的中国人觉得说有钱就是就意思就是说哦这个人成功了，那像这个男孩子呢他觉得说他一定要有很多钱，他一定要有女朋友，然后可是女朋友不一定是中国人，他一定要是就是黄头发白人的女朋友才算是他是很棒，然后呢他就是很想就是说他是比较像白人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其实他是妈妈是中国人，是马来西亚中国人，然后他爸爸是白人，他觉得说他不是他不够的白， she's not white enough， 所以像这种问题呢就是 it's reflective of our society， 就是像我们的美国的想法就是说
什么是成功 ？What does it mean to be successful？ 所以当时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说，成功等于是很多钱，还是成功是等于怎么样？这种那我们就要再来看一看，因为这种有三个不一样的要来讨论一下，就是 race、class 跟 gender， 这些都需要我们的讨论。最后也想再请问一下曾博士哈，如果我们遇上患有精神疾病的陌生人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，才能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到别人？帮助自己呢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就是读一读说，因为很多在上网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到很多的 resource。还有呢，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找到这些 program， 像我们在亚太家庭服务中心，我们有很多的活动，然后还不断的有活动，还有其他的服务。那我们服务上不算是只是心理的那个 treatment， clinical treatment， 可是呢，我们也有预防的那些 program， 就是算是 prevention program。有的呢都是说预防小孩子不要喝酒啦、吸毒啦、参加帮派啊，还有其他的，然后就是帮忙哈、小朋友啦，还有大人，就是他们亲子教育班也有。像这些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些的 program 来抵抗，就是来 prevent 这种的问题。那我们可以就是多多的争取这些 program， 然后去多多的去找，然后参加，然后不要想说参加这些就我们认为说我们不会还是不懂还是怎么样。其实我们去参加就是很高兴的，就是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。然后要这种的态度，然后这种 attitude， 然后我们才可以成功。谢谢曾博士替我们详尽的分析，也提醒说美国的华人需要任何免费的中文心理咨询，可以打电话到非营利组织亚太家庭服务中心，电话是626-287-2988。